朋友们好，这几天太热了，今天给孩子们做蜂蜜柠檬水喝，先把柠檬切成片儿。先用开水把柠檬的味道充分泡出来。柠檬水先晾着，咱们今天做一次毛菜一锅出，把土豆皮削了。好久没有吃这道材料。切块，玉米切段，豆角掰成段，热油，先炒葱肉，中炒淀粉放盐蒜香，生抽老抽，放豆角土豆玉米，翻炒均匀加水，开始做花卷。抹一层油，上下折叠起来，再切成小剂子，扭起来一个花卷就好了。放粉条，放花卷，盖盖焖15分钟，水晾好了，放咱们的槐花蜜。放冰箱冷藏一会儿。好了，闻着真香。刘弟，你也倒杯子里。看着土豆泥吗？萌萌，你最爱土豆啊，连锁的。好家伙，说。萌浩浩，筷子抓的。咱又加毛巾的，你又不会俩。对。抓不好不要吃饭了啊。听见了没？粉卷炖的时候有点锅了。粉卷泡的时间太长了。好完，每人还有一本啊。我快完了，我拖北了。一本最多。